二十块钱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我是我。我同学刚给我这1000万。哈哈哈哈哈！小李，啊，妈，这样，你把高手不得，一把给你兄弟好了。一米六，那都高就行了嘛。不可能签走是吗？关键这包生不咋来。你让他带过来，我们接。我今天没过来，你看我这个是吧？这我们小赖，老赖。是啊，我的小兵，不好意思。